耶、yeah, ！我是汤尼，他是小玉，对，很陌生一样。真的，那今天的练完风录完了，那我们拿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你看看，哇，大家没看过吧？哎，可能有没看到新闻了，我们今天新闻可能有上。对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初号机的头，对，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？猜得到吗？猜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把它头盖骨打开，那里面呢？这是谁的？怎么没有血？好像挖出来，没有，它是个爆米花桶。你看，里面还脏脏的、哎，这主人是谁啊？真的没有血、啊。这是我们从那个 USJ 环球日本环球影城带回来的。对，是这是 Cool Japan 的一个周边、非常厉害哦。对。然后我把这开关打开。它刚刚是开的。刚刚是开的、啊。对。然后它还可以。把嘴巴打开，他眼睛就会发光发亮，然后就是暴走这样子。对，这个只有在现场才有贩售的爆米花桶。那我这个呢？还蛮贵的。插入酸水壶，超酷的。这个，我觉得这做得很好。对对，可以喝。里面是有饮料的，里面是有对。橘子口味饮料，这罐还没有喝。对，就是橘色的，也就是坐进去之后，不是他们都要灌满那个 LCL， 对，就是那个感觉。你就喝了生命之水啊！原来生命之水是这种味，橘子口味的，味的啊、是橘子水。他们有这次扩交朋友跟那个一样有跟五个，四个加一个卡利关牛，去年是四个，再加一个卡利关牛的那个动漫主题。相关的合作很酷哦，我们要去采访。对，我们要去采访，拍了一大堆好多影片哦。对，听说档案非常多，非常可怕。太远方哦，天哪，整理起来光整理起来就非常惊人了啊。那其实呢，这次扩交为我们去了日本去五天，那采访相当多，辛苦康妮了。没有了，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，大家都辛苦。因为这次那个扩交片的内容其实比去年丰富很多，丰富太多了，很好玩的。我觉得他们可以做到这样，日本真的是很厉害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奥利古堡跟卡利关就好好玩哦。而且我真的太好玩了，我跟那个康妮跟崔启堂他们一起玩，真的太棒了，享受。我看到他们四个人一堆人哀嚎，一直在那边尖叫，我就。分散跟真正的解密要被推了前进，然后我完全不知道谜题是什么。赶快走，有僵尸。对，那奥利古堡是个逃脱游戏，然后就是研究所里面爆发那个病毒疫情感染，然后我们要想办法逃出来，那种相当好玩。那个游戏我真的觉得大家是第一个去排那个，因为那个一定很多人排队。对，而且它一天的场数应该是蛮少，因为一次就要90分钟。对，然后前后还有表演。对啊，光看就很值得，还想去玩，真的，别的地方没有的体验。真的，那另外卡利关牛的话，是因为它，我觉得就是它是说它是全球首创，对，就是特别哦，这个大家可以那个云霄飞车，然后带上那个有点像是就是头戴式立体显示器的感觉，然后呢那种感受告诉你前所未有，你会非常的无助。大家可以期待我们详细的报道。对对 对, 對，真的。然后这礼拜呢的电玩风也是有 HGR 很相当的精彩哦。对，大家记得要准时收看。然后下礼拜是什么时间？你看，快过年，快过年是什么？台北电玩展要来了。哦，就要来了吗？对，台北电玩展都一年过去了。哦，我们要会有很多的报道跟直播啊。那大家锁定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就可以看到很多新的台北电玩展、新的有些试玩报道、制作人访问。然后我们节目会做那个特别企划的那个现场的那个采访，这样子。是的，好的，大家记得要锁定电玩风哦，啾咪，拜拜。